在高温200度以上的窑烤烤出来的披萨。现场窑烤。哦，这个就厉害，这是刚刚被提到的，保证每一次吃到都一样大尾啊！从今天大尾，明天大尾，后天一样大尾的天使虾。而且呢，还能够搭配红酒、白酒，让你一次品尝牛排的鲜甜美味，典雅的感觉。那当然了，喜欢日式料理、沙西米、生鱼片的这些朋友也是有福哦。对，享受一块炙烧鲑鱼，你就会有两个口感在你嘴中融化。最后看到的呢，当然这是此生的遗憾了。对，牛肉跟牛肉汤的组合。哇哦！接下来我们的总主厨宝哥送的是刺身总汇拼盘，而且上面还有一只非常大的龙虾。在这边呢，就要邀请大家即日起13号到17号，邀请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共襄盛举，两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。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呀、啊。